父亲，碰一下。父亲大人，听母亲说，那宝玉哥哥到太太房中，拉着丫鬟金钏是强奸不遂，又打了一顿，那金钏赌气投江死了。快快那宝玉拿来，那大棍向各门关上，有人传信往里头去，一品打死。该死的孽障，私藏戏子，隐蔽我辈儿子。爹爹，堵起嘴来，着实打死。爹爹，如孩儿禀告。爹爹，如孩儿禀告。也是你们把他娘坏，到了这步田地换来斩权，我定要打死这个孽障。
这般炎热，不来也好。宝姑娘来了。来了，宝兄弟可好些了？好些了，宝姐姐，快请坐。早听人一句劝，也不知今日，也是老太太太太心疼，就是我们看着，心里也疼。宝姐姐，宝兄弟多加保重。明日再来看你。
妹妹。就是为了这些人死了，宝玉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妹妹，妹妹，伤痛在身，又何苦顾我？你放心。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呀？好妹妹，你莫哄我，难道我苏玉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，连妹妹的心都替替不到？难怪你总不放心，日日为我生气，梦痴已生病。你若宽慰心，这病也不会一日，终死一日的。好妹妹，我说一句话再走。你的话我早就知晓了。妹妹，人若睡三千，我只取一票一。
来。